再涂个口红，搞定。今天刘海没卷好，失败，所以你能别夸我。你卷刘海完全是看运气，这个技术还不到位。嗯，今天吃点啥呢？灯光灯，吃半红酥吧。我先把它加热一下。加热好，然后摆个盘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然后这边是猪肚鸡汤。 好了，开吃喽！先喝口高，再来喝一个猪肚鸡，太香了，吃个猪肚，完美。 这个蛋黄酥，把这个不好看的先吃掉。这个头特别大，红豆肉松，里面还有麻薯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加热过更好吃。 刚才咬到一大块麻薯，太幸福了！这蛋黄酥真的绝了。 再来吃一个，吃这个吧，换这个黑色的。这个是紫薯肉松麻薯的。 这款味道更清淡一点，整体甜度也会更低一点。哇，里面大块麻薯，呵呵，它蛋黄也是整颗蛋黄。 这蛋黄酥真的是绝，特别好吃。OK， 今天先吃到这，这两个呢，待会我直播吃好不好？中午1点钟直播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